帮我剪掉啊，各位老师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因为突然间让我说漏了。2024年，大年初一要上热辣滚烫。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关注。这是直播吗？关了，不是直播是吧？那我关掉啊！你关出去了，关掉，关掉啊！没关系，没有，就没关系，就关心上了，再关一关心。那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完了，完了，不是直播，不是直播，贾玲姐，把我这一块剪掉啊！我的电影制作还没开始呢，我就配合宣传节奏。现在没有能透露的了，只要他没有正式官宣，就不能从我这说出去。老师们，拜托各位了，把你整出去吧，你给行官宣是吧？